包括说话这些也是用我们方言去说，说呢也是说习惯了。有，因为我们这边方言的话，你好多普通话说那个方言，说不出来。但是你说用咱们这个方言，说的话就能说出来，说起来嘛也比较顺口，然后说的话呢也会多一些。但是你用普通话说，好多话说不出来，想表达意思呢表达不清楚，好多事情就是，哎呀，对咱们这个万事开头难，真的是。现在还好多了，现在还有像你们咱们这个。火锅了，还有咱们这个三无播了，还有咱们这个可乐要喝酒播了。你们会没事的话，都会来咱们直播间转一转啊，咱们可以聊聊天。我们刚开始播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铁粉之类的，要么就是最多也就是来个新粉啦啥的，也没有人和我们聊天，就进我们直播间的人都是很少很少。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对着自己说话，哎呦，那种感觉也是特别难受。现在好多了，真的是好多了，也是，所以呢，我们真的是打心眼里特别感谢你们的支持，祝福你们，真的是祝福你们。新来的宝宝赶紧拍了，明天最后一天树上摘了，别错过了最后现场直播摘苹果。对，咱们跟进直播间的宝宝啊，欢迎啊，也是欢迎咱们跟进直播间的宝宝啊，咱们英子碰宝宝来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。咱们这个苹果呢，现在今天呢摘不了几星了，现在已经5点了，差不多6点的时候就已经看不见了。所以呢，喜欢吃苹果的宝宝啊，已经喝高了，今天唠嗑。没有，我们不喝酒，我们去吃饭的话就是去吃饭，我们不喝酒。货不错，咱们这个出群发碗歼十，宝宝是在咱们家拍了苹果，说咱们家苹果不错吗？还是什么意思？直接来一个货不错，没喝自醉。不是，我就说咱们快唠唠嗑嘛，这回也没有咱们宝宝们咨询问题，没有人拍苹果，咱们就聊一聊天儿 咱们直播间呢，不是说咱们这个拍苹果的直播间啊，也是咱们一个唠嗑的直播间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大家有时间呢，有时间呢就可以经常来咱们直播间啊，大家呢可以做个朋友啊。不是说来到咱们直播间就一定要拍苹果啊，今天刚才摘了苹果，今天能发货吗？我们就是晚上能送到快递公司，然后明天就给你们统一拉走了。只要我为什么今天有点陶醉，大家不用理，我就是随便给大家聊一聊。欢迎啊，欢迎咱们李莫卡宝宝来的直播间啊。咱们是从树上给大家现摘苹果，我问有喜欢的话，大家二号链接直接去拍啊，二号链接大家直接去拍啊。哎呀，太冷了，太冷了，手机都快拿不住了。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我问咱们这个苹果呢是咱们高品质、高质量的精品好果啊，也是从树上给大家挑选的采摘啊。苹果的口感呢是咱们脆甜的冰糖心红富士苹果啊，有喜欢的宝宝，大家二号链接直接拍啊。都不说好，单子贴好，明早快递就发货了。你看看火火都了解咱们家流程了，对，就是咱们火火说的这个，明天快递就直接就给你们拉走了，明天就拉走了，明天赶紧都摘了，这个要全部摘了，这个要全部摘了，不能再放了，不能再放了。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明天最后一天了，明天摘了就完事了，今年就不摘了，今年就没有了。大家再想就是像咱们就是之前你们拍的那样，就是从树上给你们现摘，今年是没有了，今年估计是不止我们家没有了吧，应该别人家应该也没有了，别的直播间估计也没有这样的了。因为这个苹果它成熟期呢，就这么个时间段啊。就这么个时间段，过了这个时间段就没有了。
只能等明年了。我们家算是最迟的了，连别家的已经苹果早都已经卖了。十月有小果摘吗？哇，咱们幻夜烟就九月宝宝也是咱们家拍过好多次了啊，下单了是回购的，给我摘条纹红色的。哇，你也看看咱们家这个回购的宝宝，爱0170911宝宝。行，好的，1986想看他要的果，1986。火火1986是谁？1986是有小果呀，欢迎拒绝吧。你看你是要多大的？要我看看1986。哎，我这边没有显示呀，火火。我这边没有显示。哦，不是火火，他是打广告的，他是打广告的，火火他是打广告的，他是一个打广告的，欢迎咱们精美美宝宝来到直播间啊，欢迎精美美宝宝来到直播间。欢迎烟酒九幺，王亮宝宝，你是要多大的果？要75的果吗？哇塞，无处不在呀、啊，真的是无处不在，他们都是无处不在。小妞呢？小妞，咱们这个2017109911宝宝是要条纹红色的，最小果。哇，最小果你是要多大的最小果？我给你摘两颗，你看一下。一个是我给你最小的话就是7075，7075。好多直播间都在卖苹果，这虽贵点但好吃，还是物有所值的。七零最小，对。一个是70，一个是75，看你要多大的宝宝。50宝宝，70的不建议你们拍。你要小果的话，可以给你摘一些这个75的果，75的这么大的。70的主要是有点小，忒小了，这个小果，两三口就吃一颗。咱们那个2017宝宝拍了啊，给他做个标记。七五有多少个？大概七五的话，应该是有二十三四个，得有24个左右，估计24个左右。七五的这一颗是七五的，这颗是七零的。颜值控就选对，你后来是这个吗？轩轩。是咱们有的宝宝呢，就是说家里边有个小宝宝吃的，或者是咱们有一些减肥的小姐啊，嫌80大的话，小孩子吃哪个合适，吃这个就行，不要给他拿这个，着实有点小。对，太小的话果肉比较少，小孩子吃小宝宝吃75的果就行，75的果他吃一个，正好吃一颗，他也不浪费。你给他拍一个大果，他吃不完，他都浪费了，他都扔了，多可惜。给他拍个75的果吧。七五的就可以，咱们这个七五的果基本上我们也没有上链接，就是如果有小宝宝们说是，哇，这个谁吃的这颗，这么大的冰糖稀不吃，在这放着浪费了，你看看，我吃一口，七五的果就行。七五的果，欢迎叶绝宝，你拍一个，我们没有上那个链接，你看你拍一个那个中国的链接，就是爱好链接80到85，然后
联系客服，让客服给你返一下，给你返一下钱。这可是片红的，现在这个苹果已经松动了，不管是条红还是片红，这个变成器都是黑的。就这个苹果刚成熟的时候呢，条红和片红之间口感还有点差距，现在这个条红和片红口感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皮都是特别薄，你看苹果皮都是特别薄。现在不发行吗？过几天再发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的，欢迎来拒绝吧，可以啊。怎么卖？咱们苹果是二号链接啊，左下角购单二号链接。你们咱们苹果有中果，有中大果，有超大果，你们喜欢吃多大拍多大，拍好了以后咱们直接从树上给你们去现摘。现在条红和片红口感是一模一样，看这个果汁，看这个果肉，看这个冰糖心儿，看这个冰糖心儿。你挨着吃吗？挨着吃没有？你看。啊，对，6093666606，什么家回购的啊？叫条纹黄色的。挂松了最好吃的，对，这个苹果松动了，然后这个条红和片红都是一样。哦，都是啊，你看看这个苹果，这个冰糖心大不大？这颗苹果是属于一颗片红的，中大果了吧？中大果或者到超大果了，甚至这个看这个冰糖心多大，苹果越大，这个冰糖心越大。特别好吃啊，又脆一些，果汁果肉特别多。85的果捡到了，捡到，哎，就在这边，我去上树给咱们往回去摘果，小妹给咱们大家播一下，走，上那边。有宝宝的这拍了要备注哪天发货就哪天给我发吗？可以，欢迎宝宝，可以，可以的，但是必须7天以内得发了，因为就是过了七天，淘宝自动就会把这个钱呢退到您的账户，就是这个是人家淘宝的规定，是咱们老大的规定，7天以内给你们发货。哥哥你去哪摘？我和个跟踪的人一样，然后就是一路尾随哥哥。现在摘的是我的吗？是的，咱们这个66606宝宝，是的。看，这个是给你摘的85果啊。宝妹还有一个箱子啊，就你们还有没有想拍的？拍一份，然后咱们就是，如果说再没有了，咱们就下，我们就是下班了。我们也说的高尚一点，我们也要下班了。因为今天也是比较冷的嘛，所以我们也就回家了。然后我们这边现在的话6点钟天就黑了，6点半天就黑了。所以说宝妹还有喜欢的，你们就抓紧时间去拍，拍好了以后咱们也是在树上给你现摘。我已经从地的那头尾随到了地的这头，哥哥还没有停下。 OK 来了，我们就是这种一整块地的给大家去找好果啊，一整块地，你看这个地很大啊，这个地很大，黄的都成片红了，这颗你看你看啊，就是苹果，这颗这里不明，这里颗看可以明显，对，这个是条红，但是黄的都已经和片红似的，这棵树，因为咱们今年的对今年的苹果呢，比去年的苹果。一号发可以吗？今天多少号，哥哥？可以的。王林宝宝，对。今天多少号？25号。25号，可以。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1。
正好是七天。可以的，王灵宝宝，可以，你去拍吧。欢迎咱们6210宝宝来到直播间哦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主播直播间。还有喜欢咱们家苹果的宝宝啊，左下角红色购物袋2号链接直接拍，拍好了以后咱们在树上给你现挑现选现摘。怎么了这个果？哪里呀？太可惜了，这个果壳这么好，这里边肯定是好好的。欢迎咱们5109，欢迎大家，不好的你放地上，不要给我了，我手放不下那么多，扔地上吧。欢迎大家来到主播直播间啊，没有点关注的宝宝们给主播点点关注，今天才点了8个关注呀。哥哥你这一天播的是啥？今天一天点了8个关注，哥哥没有给咱们好好喊关注，我觉着啊，还没有关注主播的宝宝们给主播点点关注啊。3号红星是片黄红富士吗？怎么是面苹果？碧海蓝天宝宝，3号红星苹果是绵绵沙沙的苹果，是绵绵沙沙的苹果，是面苹果、脆苹果，统一拍爱好链接。然后呢，你要脆的，你要条纹的，咱们就给你摘条纹；要片黄，你就给你摘片黄。统一是红富士苹果，统一拍爱好链接。喜欢吃红星苹果的是绵绵沙沙的苹果。再拍二号链接，不是拍3号链接，就是脆苹果都是3号链接，宝宝们，脆苹果都是3号链接，条黄片黄你都拍3号链接，拍好了以后你就说你要片黄的，咱们就给你摘片黄的啊。哇塞，打广告的人这么多，我的个天！咱们这个碧海蓝天宝宝喜欢的话拍爱好链接啊，没有关注主播的宝宝们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，关注主播拍下苹果给大家多送半斤苹果哦，这个地方有个关注给主播点一下，每一个宝宝都是一样，你们拍好了以后咱们在树上给你们现摘，宝宝们啊，现摘就上最后2天时间，最后2天时间，所以说你们有喜欢的抓紧时间去拍。5号是什么果？刘兰龙宝宝，5号是花椒呀，你说的5号是不是那个山西极限精品高端红富士黄金军精品礼盒苹果15个85的中大型果是吧，刘兰龙宝宝，那个是送礼的，那个苹果呢和咱们这个苹果是一样的，然后是有些宝宝说需要送礼，送亲朋好友呀，送领导呀什么的，然后你就用那个礼盒，因为那个礼盒比咱们这个盒子要漂亮。它就是盒子不一样，苹果是一样的，盒子不一样，苹果是一样的，是85的中大型果，那个盒子比较漂亮，就是咱们照片上的盒子，照片上的盒子就是那种的，比较好看一些。没有关注主播的宝宝们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，还有喜欢的宝宝抓紧时间去拍，左下角红色购物袋2号链接直接拍，拍好了以后公屏上告诉我一下啊，咱们拿个箱子，箱子上和咱们这个宝宝一样啊，也是咱们一个回购的宝宝，箱子上给大家做一个标记，然后呢在树上给你现挑现选现摘。宝宝们，咱们选苹果是特别严格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地上扔了多少苹果，都是如果说有不好的绝对是不会给你们发货的啊。欢迎咱们132更88宝宝来到直播间哦，欢迎大家，南哥娜姐都丢了，娜姐咱们3680姐姐忙去了，那会还来了，来到咱们直播间来了，说是悠悠我爱你，一直说悠悠我爱你，我也爱咱们娜姐，火火我也爱咱们家的娜姐姐，还有咱们的南哥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哦。没有关注主播的宝宝们关注一下主播啊，关注一下主播，都是给你们现挑现选现摘的新鲜应季苹果啊。还有喜欢咱们家苹果的宝宝抓紧时间去拍，左下角的红色购物袋2号链接啊，2号链接直接拍，拍好以后公屏上告诉我一下啊，咱们在树上给你们现挑现选现摘，宝们啊，苹果的口感都是统一的啊，脆甜多汁的红富士苹果哦。有喜欢咱们家这种高品质高质量的苹果的宝们，左下角红色购物袋啊，2号链接去拍一份啊，拍好了以后不要忘记。哇塞，你看哥哥
哥哥都上树了，你看，你看，悠悠火火要回家了，给哥哥嫂子和老杜告诉一下。好的，悠悠。路上慢点。对，路上慢点哦。会，哥哥辛苦了。加班去了。哥哥说你火火你吃点好的，你又要加班去了。哇塞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和你们脱离了，我感觉我今天没怎么播，我都感觉我要和你们，哇塞，拜拜，好的，拜拜火火，咱们这个6660666姐姐是个姐姐还是哥哥呀？咱也不知道是不是，然后看一下这个是给你摘的果啊，这个是给你摘的果，看一下哥哥已经爬到树顶上去给你摘了，都是选最好最优质的苹果啊。回家了，火火回家了，不挤班是什么意思？哥哥是慢点是不是？悠悠么么哒，么么哒，么么哒。不加班，好的，那你回去吃点好的就可以休息了，火火，吃点好的就可以休息了。他一个人多潇洒，想吃啥吃啥，想干啥干啥，这个也好。你看树上的苹果都很美，这个好，哥哥。这个。好的，太大了。哇塞，啊，还有没有喜欢的宝宝们，还有没有喜欢的，抓紧时间去拍啊。有没有人要超大，这会儿都没有人要小果还要超大呀，放里边别不掉了，够了吧，我感觉。哇塞，那边边上那几颗都好好。等一下啊，哇塞，欢迎新进咱们直播间的宝宝，没有关注主播的给主播点个关注哦，给主播点个关注哦。三连哦，行，多份，你要不再跳个好过炸歌子，我咱咱我现在搞活动，我下我带给发走嘛。啊？走。哎呀，咱满满的一箱了。满满的摘了一箱，咱们过去看一下。称重给大家就进行包装，包装好了之后，咱们今天，还有没有宝宝要下单的？有的话，咱们就是继续给大家包装。没有的话咱们就下播了，宝们啊，没有关注主播的宝们再给主播点点关注，还有喜欢的宝宝抓紧时间去拍哦。太谢谢哥哥了，还爬上树给我摘果子。不用客气哦，不用客气，咱们都会给大家啊，哪个都会给大家，这个吗？我的。我没拿你的，就拿了就没拿。这一天睁眼就说瞎话，这是谁？什么？啊？骗子！睁眼说瞎话。你也拿什么蛇啥？蛇子菜啊。蛇，那狗拿这样吗？我得，你这就非当让我吃这一个就走开了吗？蛇，你还要吃了吗？好。嗯。把铁皮货给你搞出来吧。他就不爬。嗯。9G3的。把这个回来过。贴啊贴吗？屁股疼。现在不这都不干。他今天又有腰痛。调一下秤，咱们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苹果，咱们都要给你们多送半斤，都要称到9斤5两，都要称到9斤5两。9斤7两就9斤7两，没事儿，放的吧，没事儿。呀，那个果不行了，你手上那个放下。
再去摘一个，再去摘一个匀称一点的。哇塞，欢迎咱们家甜美的爱宝宝，欢迎宝宝来到我的直播间哦，这都是咱们家的老铁粉，你看咱们一天的话每天都会有好多老铁粉来咱们直播间转一转，是不是宝们？所以说宝们，咱们家好酒精六两，来让宝宝看一下苹果哥哥，不要着急搬走。哇塞，你看这一箱咱们这个66626，是哥哥还是姐姐？就是我觉得我不喜欢，不咋地喜欢叫你们宝宝，我觉得太那啥，太普遍，都是什么宝宝宝宝，没，我就感觉好不真实，好虚伪呀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但是我又习惯了，差点说是不是宝宝们？是不是？你们觉着呢？都是给大家，你看66626姐姐吧，应该是一个。我觉得咱们这个淘宝上面的姐姐比较多，哥比较少。就这个是你的，这个是你的，看一下。然后是酒精六两哦，是酒精六两。欢迎咱们0912宝宝来到直播间啊！好的，是姐姐哦，漂亮极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咱们66626姐姐，好的。哇塞，我做这个直播真的是苹果漂亮极了，苹果哦，好的。应该叫漂亮姐姐。对，漂亮姐姐。这个爱莲一七，我就应该叫漂亮姐姐。爱莲一七0911，对，20170911姐姐，就以后就叫你叫漂亮姐姐。然后还有一个是精美美姐姐，然后我们就说是0499姐姐。然后还有一个咱们北京的，然后也是经常来咱们直播间，就给他说的是0368姐姐。咱们每一个人都会给你们再加一个编号，来哥哥打包一下吧。然后咱们直接就打包了，打包之后，然后如果说你们还有没有喜欢的宝们，还有喜欢的你们去拍，没有的话咱们要不然就下播了啊，要不然咱们一会儿就打包完了之后我们收拾好了，今天下播早一点点。其实这会儿也不是很冷，但是看见好像是没有什么动力了，是不是？患者们6501宝宝来到直播间，欢迎大家啊！还有喜欢咱们家苹果的宝宝啊，左下角的红色购物袋2号链接直接拍，没有关注主播的宝宝们，这个地方有个关注，给主播点一下啊，宝们有个关注给主播点一下啊！今天咱们这个关注还没有上两位数啊，宝们再来一个宝宝给咱们上两位数 ，O 不 OK？ 宝们再来一个宝宝关注一下主播，给咱们上两位数，行不行？宝们。想不想你们就说6501宝宝是不是咱们家的一个老铁粉呢？6501宝宝是不是咱们家的一个老铁粉？我又来拍苹果了，苹果吃完了。咱们6501是个哥哥吧？6501是个哥吧？我给你打电话了，然后你没接，然后我又给你发短信了，因为咱们苹果，我说咱们现在的苹果马上就结束了，姐姐。哇塞，是你那次来拍苹果的时候，你和南哥一块拍的，然后你们说如果咱们苹果马上结束的时候一定要给你说一下，然后你过来，然后我就火火我来了，火火走了，南哥火火走了，然后我说给你打个电话，然后你没接，我然后我就给你发了个短信，我也没再敢打扰你，我怕你工作忙，我说一直给你打电话不好，然后我就没有再给你打电话。对，好的。欢迎咱们8950宝宝来到直播间，欢迎大家，没有关注的给主播点一个关注啊。哎呀太美了，对宝宝，今天的苹果也是非常美的，咱们就是采摘，地里现场采摘，今天一天，明天最后一天结束啊，明天最后一天估计就结束了。来咱们现场就打包了，小心点哦，姐姐在这边直接就打包了，然后哥哥你拿个箱子给咱们6501宝宝去摘一下。哇塞，这一箱是一箱超大果，有人要吗？对，6501的那个，就我给他打电话的那个姐，他就是你不知道，那天是我播的多大果，还没拍好吧，等会儿咱们家的一个老铁粉马上给你介绍，生意来了，再给朋友弄，
谢谢，谢谢650啊姐姐，80的85的 OK， 好的，哥哥你去摘吧。行。给咱们650啊，这些好买，这些是一些超大果，然后是我们摘下来，然后就放到这里。如果说你们有人要，就拍，就是就给你们装；没有人要，咱们就拉回去了。然后存入冷库，过年的时候有人要超大果，给他们去装；有人要超大果，给他们去装。6501，80到85的，谢谢哦，我拍了，给我摘吧。好的，你就是不拍，我们也敢给你摘。老顾客，我非常相信你的，我非常相信你的。我那会儿就给哥哥说了，我说哥哥你去摘吧。然后哥哥说多大的？我说你去摘。然后正好你就说了一个80到85的。宝妹，咱们家苹果吃的好，一定不要忘记给咱们多多的推荐一下，好不好？多多推荐给咱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啊，可以来咱们直播间去拍一份哦，来咱们直播间拍一份尝试一下。哥哥还有心思吗？有。好，有就好。啊，还有喜欢的宝宝啊，抓紧时间去拍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老铁粉回购的力度啊，这箱苹果很好。是的，南哥，这是一箱超大果，我们挑出来的，这是一箱超大果。欢迎咱们贝贝、红红宝宝来到直播间。宝贝，你们有没有人要超大果的？但是价格有点贵，就是你们自己看吧。如果能接受就去拍，接受不了咱们就拿回家，然后存入冷库里边。那是我们挑下来的，挑好的，南哥，我们挑了满满一箱子超大果，然后就放下了。我们说一会儿拉回去，把它存入冷库。你看哥哥，我觉得哥哥摘苹果，我和一个跟踪者一样，跟踪在哥哥的身后。欢迎咱们君逸英子，欢迎大家哦。没有关注主播的宝宝们，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！还有喜欢的宝宝啊，谢谢咱们君逸英子宝宝的关注。哇塞，完成了我今天的心愿啊！他已经来到直播间了，好的。好的，我冰箱都差不多满了。南哥，你还有些没收到吧？你别说你冰箱满不满，你是不是还有些没收到？你还有好几箱在路上。我的朋友关注了，好的，谢谢650呀宝宝，谢谢英子啊，这个君逸英子是不是650呀宝宝？是这个君逸英子，我看见他更来咱们直播间就关注我了，刚才的关注就是我朋友。好的，谢谢。还有一箱，看我说我就记得你的苹果肯定路上还有。欢迎咱们英子的晴天宝宝来到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没有关注主播的宝宝们，一定不要忘记给主播点个关注啊！后面一箱到了，还有一箱，南哥够一冬天吃了，够一冬天吃了。对，我还没有给你们问一下那个冷库的温度是多少，我给忘了。我完了，他在上班，一会儿下班他拍苹果，可以6501姐姐，6501姐姐，你问一下他要多大的，前面一些没到，诶，那咋回事？后面的都到了，前面的没到，那咋回事？欢迎吴晓波，6501姐姐，你可以问一下他要多大的，然后我们要不给他摘好，因为这回已经5:30了，和我的一样，好的。要不我怕一会儿就是天黑看不见了，我们直接给它摘好行不行？80到85，好的，这个天气不放冰箱也不会坏的。对，快递问题吧，是呀，我怎么搞的？后面的到了，前面的还没到，什么情况？可以，好的，我说要不然怕一会儿天黑了看不见了。有活动吗？一直是晴天宝宝，关注主播啊。关注主播，这个地方有个关注啊，关注主播拍下苹果，给大家多送半斤。左下角红色购物袋2号链接，直接拍跑男同款的那个啊，跑男同款的那个2号链接直接拍，拍好了以后公屏上告诉我，咱们在树上给你现挑现选现摘。今天关注主播，宝宝们，你们关注主播。